六十四代祖师，子慧混沌初开，定就十佛掌教，七佛智识，三佛收缘，待先天原始，浑然一团，无声无臭，莫为为其名。混沌初开，天地始定，乃子慧开天，丑慧辟地，淫慧生人。于是园林落世，灾立人根，私食人寿不分，不能治世，虽有人如无人，不成为世界。至卯会天降佛子治世，古代天盘天命七佛治世，初佛痴爱佛，二佛生育子，三佛甲三春，四佛有长庚，五佛空谷神，六佛龙野氏，七佛祭天佛道在神佛，七佛以后，三佛收缘，燃灯佛，八佛应运，是为青阳旗，道在君乡，天命在君王时代。释迦佛，九佛应运，是为弘扬旗，道在师儒，天命在圣人尊者时代。弥勒佛，十佛应运，是为白羊旗，道在庶民，天命在庶民时代。十佛同掌，智识圆满，一楼左方，第一代伏羲圣帝，代理佛伏羲氏，大道降世之始，降生西南方，以风为姓，教名殿于畜牧拜，华子得道，仰观俯察，就天地之生理，化先天八卦以示天地之奥妙，为大道降世开山之始祖，是为代理佛，设天干地支，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二地支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，设十二生肖为其代表，批 0.8属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，属子时二十三零一，二十三到二十四夜子等于阴，二十四零一早子等于阳，前属阴后属阳，前脚四爪后脚五爪，眼属鹦鹉白眼，目视不远属眼，有丑时零一零三等于阴，脚蹄两边，有齿无牙，上无齿下有齿。虎，寅时零三零五等于羊。前脚三爪，后脚二爪，三加二等于五等于羊，无脖子。兔，卯时零五零七等于阴。脚四爪等于阴，无嘴兽兔唇。龙，辰时零七零九等于羊。脚五爪，五爪龙，五等于数之中最吉祥，五耳朵龙字，蛇四十零九一一的一六之气，一等于阳，六等于阴，回归一五角马五十十一到十三等于阳，龙马精神自强不息，立睡不卧睡。马蹄圆单一等于阳，五胆阳未时十三到十五等于阳，阳未退阴未进，公羊母羊均有胡须，无同人。猴申时十五到十七等于阳，五加四数等于九等于吉数等于阳，上身属人等于阳，下身属物等于阴。眼红等于阳，红目猴，无臀部。鸡有时十七到十九等于阴，前脚三爪，后脚一爪，三加一等于四等于阴。晚上看不见鸡眼，鸡无骨髓。狗虚时十九到二十一等于阳，脚三爪，无胃猪。亥时二十一到二十三等于阴，脚四爪，肉无筋，人的齐全，位列三才之一，为万物之灵长。
第二代神农圣地，神农姓姜氏，亦称烈山氏或炎帝，教民耕种，造封寺，尝百草之医药，作方书，拜赤松子得道。第 0.9 第三代轩辕圣地，皇帝姓公孙，名轩辕，又称有熊氏，凡书器律吕度量衡公式衣服器用之至皆始于地。在位期间治国有法，教民有方，遍访名师71位，后访广成子使得真道，这有因福经阐发大道妙旨，后传少昊专续地库，四父传之唐尧接续道脉。第四代少昊圣地，狮子君志篇说，少昊今天是明治为皇帝之子，亦于穷桑日五色护照穷桑，皇帝训专续云，原有大环在上，大举在下，汝能法之，为民父母，大环者天也，大举者地也，法天法地，即可治民。第六代地库圣地，地库高辛氏生下来就很神奇灵异，自言其名曰最成功是以乐教民，其后代分别皆是中国历代的开创者。第七代唐尧圣地，帝尧为库次子，国号唐，观天象，受名时便利农作，让位于舜，始传心法。第八代于舜圣帝，帝舜为皇帝八代孙，姓尧氏，父姓至孝，受尧传授心法，禅让帝位，国号禹，是有专官，政教更为修明，让位于禹。第九代夏禹圣王，帝禹姓四低，治水有功，受舜禅让帝位，国号夏，并得受心法接续道统。从此之后，君子成为世袭，传14世17主与439年，至节暴虐无道，天命丧失，为汤所灭。L 楼右方，第十代伊尹圣人，伊尹年少有德，博通古今，贯通天人学术，是有名厨官，掌天下之口粮，是商王朝的开创者成汤的主要助手，是位政治家，著名的言师。伊尹曰：禹不暇于不顺，放太甲于同，明大悦，太甲贤又反之，明大悦，贤者之为人臣也，其君不贤，则故可放禹于。孟子曰：有伊尹之志，则可；无伊尹之志，则篡也。第十一代商汤圣王，汤王为帝喾四子之第三子契之十二代孙，灭夏桀镇天下，都破成运皆演道统，至纣王无道，天命转移西齐文王皆演，青阳齐满，弘扬应运。第十二代太公望圣人，姜太公，吕尚。第十三代文王圣王，文王始祖契是帝喾四子之第四子，姓姬氏，与商始祖契同为帝喾之子。文王名昌，悟透姓李，作后天八卦，发明易理，阐阳道旨，继承天命。后父武王接续。第十三代武王圣王，武王为文王之子，名伐，伐纣而有天下，国号周，心法相授，父周公接续。第十三代周公圣人，周公是武王之弟，名旦，定礼制，治理作乐，平天下，接续道统，代幽厉无道为一大变局，道再分，故三教应运而兴，
道将师儒，三教圣人承运先后降世，代天宣化，挽救人心。第十四代老子圣人，老子其父姓韩，母名金夫，运八十年生于李树下，因改姓李名耳，字伯阳，是曰丹，生于楚国陈群，曾为周晋王柱下史官，暗中的受真传，发扬道宗，东渡孔子，玄其青牛，出函谷关，西化胡王嬴喜，其道淡泊养心，其法抽砍田犁，平去色相，由气入里，以有道的经、清净经等化世，世称道祖。第十五代孔子圣人，孔子姓孔，名丘，字仲尼，戏水金子化身，降生于鲁地，出世鲁，曾访师七位，后问礼于老子史的真传，周游列国，宣道于天下，其道正教两间入相而不着相，由相超气入理，晚作春秋，山师书定，定理乐，继往开来，阐发真理，开儒教之敌脉，传之颜回，复传之曾子，心法相授，一贯相传，二楼左方。第十六代颜回圣人，颜子惠回，字子渊，鲁人，父姓聪明，能文易知识，得受孔圣心法，世称父圣。第十六代曾子圣人，曾子惠参，字子舆，鲁人，父姓至孝，受学于孔子，得受心法，述大学，作孝经等书，独传孔门心法，后传之子思接续道脉，世称宗圣。第十七代子思圣人，子思姓孔，讳疾，孔子之孙，受学于曾子，得受心法，即道统，作中庸，传孔门心法，后父孟子接续，世称述圣。第十八代孟子圣人，孟子惠科，邹人，授业于子思，得受心法，游说战国辟异端，作孟子七篇，其说尊王见霸，重仁义，轻功利，创性善之说，世称雅圣。孟子之后，辗转地传，忽隐忽显，待至宋朝西夷，首出联络官敏，如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张载。六十四代祖师子惠混沌初开，定就十佛掌教，七佛治世，三佛收元，盖先天原始，浑然一团，无声无臭，莫为为其名。混沌初开，天地始定，乃子会开天，丑会辟地，寅会生人，于是园林落世，灾立人根，斯时人寿不分，不能治世，虽有人如无人，不成为世界。至卯会天降佛子治世，古代天盘天命七佛治世，初佛赤爱佛，二佛生育子，三佛甲三春，四佛有长庚，五佛空谷神，六佛龙也是，七佛祭天佛道，在神佛七佛以后，三佛收元，燃灯佛，八佛应运，是为青阳旗，道在君乡，天命在君王时代，释迦佛九佛应运，是为弘扬旗，道在师儒，天命在圣人尊者时代，弥勒佛十佛应运，是为白扬旗，道在庶民，天命在庶民时代，十佛同掌，治世圆满。一楼左方，第一代伏羲圣帝，代理佛伏羲氏，大道降世之始，降生西南方，
以风为姓，教名殿于序幕拜。华子得道，仰观俯察，就天地之生理，化先天八卦以示天地之奥妙，为大道将士开山之始祖，是为代理佛，设天干地支，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二地支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，设十二生肖为其代表。批八属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鼠，子时二十三零一，二十三到二十四夜子等于阴，二十四零一早子等于阳，前属阴，后属阳。前脚四爪，后脚五爪，眼属阴，无白眼，目视不远，属眼牛。丑时零一零三等于阴，脚蹄两边有齿无牙，上无齿下有齿。虎寅时零三零五等于阳，前脚三爪，后脚二爪，三加二等于五等于阳。五脖子兔卯时零五零七等于阴，脚四爪等于阴。五嘴兽兔唇龙辰时零七零九等于阳，脚五爪，五爪龙。五等于树之中最吉祥，五耳朵龙子蛇四十零九一一的一六之气，一等于阳，六等于阴，回归一五角马。五十十一到十三等于阳，龙马精神自强不息，立睡不卧睡，马蹄圆单一等于阳，无胆阳。未时十三到十五等于阳，阳未退，阴未进。公羊母羊均有胡须，无同人猴。申时十五到十七等于阳，五加四数等于九等于吉，数等于阳。上身属人等于阳，下身属物等于阴，眼红等于阳，红目猴。无臀部肌，有时十七到十九等于阴，前脚三爪，后脚一爪，三加一等于四等于阴。晚上看不见，鸡眼鸡五谷随狗。虚时十九到二十一等于阳，脚三爪无喂猪。亥时二十一到二十三等于阴，脚四爪肉无惊人的齐全。位列三才之一，为万物之灵长。第二代神农圣帝，神农姓姜氏，亦称列山氏或炎帝，教名耕仲，造风寺，尝百草之医药，作方书，拜赤松子得道。辟九第三代轩辕圣帝，皇帝姓公孙，名轩辕，又称有熊氏，凡书器律吕度量衡公式衣服器用之至，皆始于帝。在位期间治国有法，教名有方，遍访名师七十一位，后访广成子使得真道，这有因符经阐发大道妙旨，后传少昊专续地库，四父传之唐尧接续道脉。第四代少昊圣帝，师子君至篇说，少昊今天世名至为皇帝之子，亦于穷桑日五色，护照穷桑。皇帝训专续云：原有大环在上，大举在下，汝能法之，为民父母。大环者天也，大举者地也，法天法地，即可治民。第六代帝喾圣帝，帝喾高辛氏生下来就很神奇灵异，自言其名曰最成功是以乐教名，其后代分别皆是中国历代的开创者。第七代唐尧圣帝，帝尧为喾次子，国号唐，观天象，受名时便立农作，让位于舜，始传心法。第八代于舜圣帝，帝舜为皇帝八代孙，姓尧氏，父姓至孝，受尧传授心法，
禅让帝位，国号禹，是有专官，政教更为修明，让位于禹。第九代夏禹圣王，帝禹姓四氐，治水有功，受舜禅让帝位，国号夏，并得受新法接续道统。从此之后，君子成为世袭，传十四世十七主与439年。至桀暴虐无道，天命丧失，为汤所灭。L 楼右方，第十代伊尹圣人，伊尹年少有德，博通古今，贯通天人学术，是有名厨官，掌天下之口粮，是商王朝的开创者成汤的主要助手，是位政治家，著名的言师。伊尹曰：禹不暇于不顺，放太甲于同。明大悦，太甲贤又反之。明大悦，贤者之为人臣也，其君不贤，则故可放禹于。孟子曰：有伊尹之志，则可；无伊尹之志，则篡也。第十一代商汤圣王，汤王为帝喾四子之第三子契之十二代孙，灭夏桀镇天下，都破成运皆演道统，至纣王无道，天命转移西齐文王皆演，青阳齐满，弘扬应运。第十二代太公望圣人，姜太公，吕尚。第十三代文王圣王，文王始祖契，是帝喾四子之第四子，姓姬氏，与商始祖契同为帝喾之子。文王名昌，悟透姓李，作后天八卦，发明易理，阐扬道旨，继承天命。后父武王接续。第十三代武王圣王，武王为文王之子，名伐，伐纣而有天下，国号周，新法相授，父周公接续。第十三代周公圣人，周公是武王之弟，名旦，定礼制，治理作乐，平天下，接续道统，代幽厉无道为一大变局。道再分，故三教应运而兴，道降师儒，三教圣人承运先后降世，代天宣化，挽救人心。第十四代老子圣人，老子其父姓韩，母名金夫，运八十年生于李树下，因改姓李名耳，字伯阳，是曰丹，生于楚国陈群，曾为周晋王柱下史官，暗中的受真传，发扬道宗，东渡孔子，玄其青牛，出函谷关，西化胡王嬴喜，其道淡泊养心，其法抽砍田犁，平去色相，由气入里，以有道的经、清净经等化世，世称道祖。第十五代孔子圣人，孔子姓孔，名丘，字仲尼，戏水精子化身，降生于鲁地，出世鲁，曾访师七位，后问礼于老子始的真传，周游列国，宣道于天下，其道政教两兼，入相而不着相，由相超气入理，晚作春秋，山师书定，定理乐，继往开来，阐发真理，开儒教之敌脉，传之颜回，复传之曾子，新法相授，一贯相传。二楼左方，第十六代颜回圣人，颜子惠回，字子渊，鲁人，父姓聪明，能文易知识，得受孔圣心法，世称父圣。第十六代曾子圣人，曾子惠参，字子瑜，鲁人，父姓至孝，受学于孔子，得受心法，
述大学作孝经等书，独传孔门心法，后传之子思接续道脉，世称宗圣。第十七代子思圣人，子思姓孔惠吉，孔子之孙，受学于曾子，得受心法即道统作中庸，传孔门心法，后父孟子接续，世称述圣。第十八代孟子圣人，孟子会科邹人，授业于子思，得受心法，游说战国辟异端，作孟子七篇，其说尊王见霸，重仁义轻功利，创性善之说，世称雅圣。孟子之后，辗转地传，忽隐忽显，待至宋朝西夷首出联络官敏，如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张载、朱熹等相继而起。真宗赖以复昌，然运不相逢，就为得继续道统。因孟子以前业已盘转，西域世教皆演，故宗儒虽然辈出，不过应运阐发道旨而已。释迦世尊、释迦牟尼，乃中印度迦毗罗卫国净饭王太子，十九岁七家，后的燃灯佛受记，承运接演道脉说法四九年，移经这点度世万载，其道旨性作佛，直探本源，源扫气象而入理，后世称为佛祖。西域自释迦度大弟子迦叶，单传至二十八代达摩，道脉覆骸中国。第十九代摩诃迦叶尊者，西天第二代，本名毕波罗耶那，父尼居卢陀杰波长者，母名相智，乃婆罗门族的大富豪，居于中印度摩羯陀国首都王舍城不远的摩诃梭罗陀村。辟十一记首曰：本来富有法，富了言无法，个个须自悟，悟了无无法。第二十代阿难尊者，西天两代，姓刹帝利，为佛陀的堂弟，富迦毗罗城白饭王，在三藏圣典结集时开悟正果。文殊菩萨赞阿难曰：香如秋满月，眼似镜莲华，佛法如大海，流入阿难心。在佛陀十大弟子中，被尊为多闻第一，且女众能依法出家，全赖阿难尊者之力。有记云：本来无有法，无知亦无法，各有须自悟，法自无知法。第二十一代商那和修尊者，西天三代，姓毗舍多，又名舍那婆斯，中印度摩荼罗国人，父灵圣，母娇奢耶。佛陀曾行至摩荼罗国，向侍者阿难说，此片青翠异常灵地，称之为流茶茶，在我灭度后约一百年，定有比丘以九支秀草为名，在此地大转法轮，化度有情。果然应验，尊者出生时正应此瑞香，故用瑞草命其名。传记一首：非法亦非心，无心亦无法。说是心法时，是法非心法。第二十二代优婆居，因同居多尊者，西天四代，赤利国人，种姓为首陀罗，复名善意，十七岁出家为三祖侍者，二十岁正果。记曰：心自本来心，本心非有法，有法有本心，非心非本法。第二十三代提多迦尊者，西天五代，原名相众，摩迦陀国贵族，
多尊者更其名。尊者闻之，欢喜赞其师曰：“唯为七宝山，常出智慧泉，回为真法位，能度诸有缘。”师亦为之回赞曰：“我法传于汝，当现大智慧，今日从屋出，照耀于天地。”尊者即云：“通达本心法，无法无非法，悟了同未悟，无心亦无法。”二楼右方第24代弥遮迦尊者，西天六代为中印度人，本系修仙术者，与师有缘，舍术归道，入佛城，得获无漏究竟果位，留记无心无可得，说的不明法，若了心非心，实解心心法。第25代婆须密尊者，西天七代为北印度人，姓婆罗多。尊者说：“仁者论即不义，义即不论。若你论义，终非义论。”即曰：“心同虚空界，是等虚空法，证得虚空时，无是无非法。”第26代佛陀难提尊者，西天八代迦摩罗国人，姓瞿昙氏，自小即辩才无碍，过目不忘。14岁即极目出家，直遇名师皆成衣钵。福密多礼拜尊者云：“父母非我亲，谁是最亲者？诸佛非我道，谁为最道者？”尊者随即即答：“汝言语心清，父母非可比，汝行与道合，诸佛心即是，外求有相佛，与汝不相似，欲是汝本心，非合亦非离。”复心法即曰：“虚空无内外，心法亦如此，若了虚空故，是打真如理。”第27代佛陀密多尊者，西天九代提迦国人，姓毗舍罗，年已50，口不开言，足不走路，承接师之咐嘱后，便到中印度去弘法立生。唯记一首：“真理本无名，因明显真理，受的真实法，非真亦非位。”第28代协因同协尊者，西天十代中印度人，其母怀胎60年，故初命名为男生，因辈分较小，承受心法，便自是：“我若不通三藏理，不断三界欲，不得六神通，不具八解脱，终不以至习如此精进，人人称之为尊者。”记一首：“真体自然真，因真说有理，领得真真法，无形亦无止。”第29代富那夜奢尊者，西天11代华氏国人，姓瞿昙氏，富宝身，乃贵族之子，有次机缘下，其名师辟。12尊者问尊者曰：“汝从那儿来？”尊者答曰：“我心非往。”师曰：“汝住何处？”尊者答曰：“我心非止。”师又问：“汝不空耶？”尊者又答曰：“诸佛亦然。”师说：“你不是诸佛。”尊者又答：“诸佛也不是尊者。”唯记一首：“迷雾如影显，明暗不相离，今复迎显法，非一亦非二。”第30代马明大士尊者，西天12代波罗奈国人，又名公圣，初为外道修士，世智聪辩，今复那夜奢尊者度化而成正法。大士问一外道变成的老道士：“你叫什么？有多少眷属门徒呢？”“我叫迦毗摩罗，共有3000眷属。”
大士又问，你善于神通，若尽你神力，可以达到什么程度呢？变化成一大海，对我来说是件小事。大士再问，那能化你的性海本源吗？什么叫性海？我都不曾听过呢。大士曰，所有山河大地都本此源头而建立，一切六神通均由此发起的。迦毗摩罗闻此开示，智慧大开，遂发菩提心。大士即曰，隐显即本法，明暗圆不二，今复悟了法，非取亦非离。第31代迦毗摩罗尊者，西天13代为摩揭陀国的华士成人，当初是一外道者，是位非凡辈之人，即曰，非隐非显法，说是真实际，悟此隐显法，非愚亦非智。第32代龙树尊者，西天14代是西天竺国人，摩揭陀国之龙族，故以姓龙，又名龙圣，精于显密教法。其一生对后代最大的贡献在于著作颇多，其中以《大智度论》《中论》《十二门论》等启发后人智慧最多。有记曰，为名隐显法，方说解脱理，于法心不正，无嗔亦无喜。三楼左方，第33代迦耶提婆尊者，西天15代为南印度人，姓毗舍罗。龙树尊者为度化他，而有一则名为波水红然，一针到底的公案，尊者了然于心，明白自性圆融，而非言说生相所能遇的。后承接衣钵心法，即曰，本对传法人，为说解脱理，于法实无证，无终亦无始。第34代罗侯因同侯罗多尊者，西天16代是迦毗罗国的人，承接衣钵后，率丹广行教化，最后将心法传给以证无漏者。僧伽难提留下一记曰，于法干无证，不取亦不离，法非有无相，内外云何起。第35代僧伽难提尊者，西天17代系是罗伐城堡庄严王的儿子，一出生就会说话，七岁孩童就不喜爱凡俗之游乐，独爱修行。尊者隐居前修了十年，便遇上了溺水溯源找他的罗多尊者，经一番讨论禅定圣意后，求道儿的记依法，记曰，心地本无生，因地从缘起，缘种不相妨，华果亦复耳。第36代迦耶舍多尊者，西天18代摩提国人，性欲投篮，父天盖，母方盛，身体本具有清香味，幼年说话语惊众人，非一般幼童可比。有次殿内铜铃响，辟13起师僧伽难提问尊者，是铃在响还是风在响呢？不是风响，不是铃响，而是人的心在动啊。那心又归于何处呢？心本归乎极静的。其诗云，善哉善哉，既无道者，非你为谁，得剃度具戒受为一祖成人。既曰，有种有心地，因缘能发萌，余缘不相爱，当生生不生。第37代鸠摩罗多尊者，西天19代为大月氏国人，道基根深，右善法理，被诸天神尊崇为导师。
为了继承祖师缘故而降生。自遇到十八祖迦耶舍多的度并继承祖师。其一生均以破邪显正为己任。既曰性上本无生，唯对求人说于法既无德，何怀绝不绝。第三十八代都叶多尊者，西天二十代北天竺国人，智慧聪颖过人，承受师父慈氏法喜，深慧中心，德闻真理中成从上以来之顿教一波，从此进行受去，代导众生。既曰言下和无生同于法界性，若能如是解，通达是理境。第三十九代婆修盘头尊者，西天二十一代细罗月城人，姓毗舍屈，父名光盖，母名延一，家父本无子，父母祷求子嗣于佛塔，专修头陀苦行，不倒单，不卧睡，为世人敬重，弟子颇多，人称遍行头陀。既曰炮幻同无碍，如何不了悟，打法在其中，非今亦非古。第四十代摩拿罗尊者，西天二十二代是那提国王常自在之次子，是一神力大士出家来继承圣位，后传法赋于月氏国赫勒那尊者。既曰心随万境转，转处时能忧，随流任的性，无喜复无忧。第四十一代赫勒那尊者，西天二十三代系月氏国人，属婆罗门种姓，父名千圣，母名金光。尊者出世来常感群鹤恋慕，故以此名之，能教导鹤众，正得道果，将如来正法掩藏覆主师子尊者。既曰认得心性时，可说不思议，乐乐无可得，得时不说之。三楼右方第四十二代师子尊者，西天二十四代为中印度人，属婆罗门种姓，承继衣钵后至继宾国，该国之信仰大致有学禅定、知见、执香、舍香、不余等五种，均不就近，尊者亦为之破迷解疑。既曰正说之见时，如知见具是心，当心即知见，知见即于经。第四十三代婆舍斯多尊者，西天二十五代系季宾国人，种姓属婆罗门，父名吉行，母名长安，诞生即左手一直握拳不放，直到遇上狮子尊者归还明珠，手才自由展开，了结因缘素果，圣人是不昧因果，而后密受心印，承继法嗣。既曰圣人说之见，当尽无是非，我今悟真理，无道亦无理。第四十四代不如密多尊者，西天二十六代南印度德胜王之太子决心跟随婆舍斯多尊者出家。祖师问太子说，你要出家是为何事？不为别事，不为那事，不为俗事，那又为何事？当为佛事。太子本具慧性，即允许出家之求。在王宫受具戒辟十四记曰真性心地藏，无头亦无尾，应缘而化物，方便乎为智。第四十五代般若多罗尊者，西天二十七代系东印度人，系大势至菩萨的应身，从小失去双亲，不知己名，特别喜爱拿着一串璎珞，
人称之为璎珞童子。得遇不如密多尊者传法，便往南印度宣扬心法，火得南天竺国相智王的护持供养与敬重。后传法于达摩尊者，即曰：心地生诸种，因是复生理，果满菩提园，花开世界起。第46、47代达摩祖师，西天28代，东土初代，初祖性刹利会达摩，是圆觉禅师，乃胡成古佛化身，降生于南印度，镶嵌国王之太子，自幼佛性不昧，从般若多罗尊者修行，继承西天28代祖位，于西元527年，奉佛命折卢过江而入中国，江道迈赴海中国，是为老水海潮，尊为东土初祖，传真法，直指人心，不用文字，初度两五地无缘，次指神光大悟，后隐于河南中岳山、嵩山、少林寺，念毕九载，公元国满，脱化归西，遂将道统赴神光执掌，欲留幕后收元正语曰：吾本来东资土，说传法度迷津情，一花开五叶，结果自然成。第48代神光祖师，东土两代二祖神光基士，号慧可，是正宗普觉大师，后为洛阳人，乃燃灯古佛化身，降生于金陵，自幼佛性不昧，出家修道讲经说法，后得出祖典化传授至道，传道于金陵，道场弘开，道统受普安执掌。第49代僧璨祖师，东土三代三祖姓于会普安，别号南泉，法号僧璨，是建智大师，乃灵宝天尊化身降生，自幼好道修行，常住慈化寺，好读华严经，能知未来，人皆称为菩萨，后遇神光传授心印，勤修苦练，法父曹洞执掌。第50代道信祖师，东土四代四祖司马氏，会曹洞，号道信，是大一禅师，乃灵皇尊者化身，幼时求道，得三祖授以心法后，摄心不昧，身不倒床席，苦修数十年，后住破头山雪旅云，四往湖北黄梅县，将道统传于弘忍执掌。第51代弘忍祖师，东土五代五祖黄梅氏，是大满禅师，乃灵宝金童化身，其母因食黄梅成孕，故取姓黄梅，又遇四祖传授至道，是母至孝，人皆称为孝僧，后遁迹于政府房县房山石洞中修炼，道统受慧能，慧能执掌，嗣后分出两宗，建宗神秀，顿宗慧能，慧能四楼左方。第52代卢慧能祖师，东土六代六祖姓卢，号慧能，慧能是大建禅师，乃地藏古佛化身，母怀孕六载，其先祖本范阳人士，客居岭南新州，自幼好道，闻经有悟，始至访道，后至湖北东禅寺参谒五祖，祖命在寺随众作物，踏对舂米，受尽劳苦，彻悟本性，三更入室叩师求法，五祖传以至道，并受衣钵继承道统，主言衣钵为争端，
直汝勿传，并尊主往南广度有情。后将秘法传之白马二人，副主白马，天意已定如启示中。道降火宅，和光同尘，情参菩提心，永正涅盘果。为记曰：释迦从此绝宗风，儒门得法治道通。日后三齐开普渡，正心诚意和中庸。从此不传衣钵，道转火宅。六祖后至怀州上爱林最高峰石室中修炼，今传为六祖言。后返曹溪而教大法，学者云集，讲经说法，化度有缘，而不传之于僧也。P.十五本在马之前，第五十三代白玉禅祖师，东土七代白祖慧玉禅，字如慧，号慧琼子，道号白衣居士，乃南岳大帝化身，降生曹溪，是遇六祖被恶僧寻追，旧祖隐于家中供养敬上，是无师。六祖见其善根深厚，遂受秘法，逐以火宅修炼，进度僧尼，命与马祖同掌道统，开化江西庐山说法度众。第五十三代马端阳祖师，东土七代马祖慧端阳，号道义居士，系西域十二代马明尊者化身，降生于曹溪，与马祖善交，常至白家，得参谒六祖，祖见其德慧双美，遂受秘法，命同白祖兼掌道统，隐居于庐山岩，教说法度人。后将道统传之罗祖执掌。第五十四代罗卫群祖师，东土八代八祖姓罗，会卫群，乃太上大弟子公远真人化身，自幼立志修行，遍访名师，游江西九江府，是遇白马二祖说法，得受至道，继承道脉，开化江南河北，这经泄露玄机，大阐先天大道，为事时天时未至，众生灭众，天降黄考将道收引，足以杀身了道，上乘法门，至此又告失传。以后遂传出一切旁门外道，待至清康熙年间，已隔千余年矣。天时将届，天命元始天尊分信，灵灵凡为九代祖接续道统。第五十五代黄德辉祖师，东土九代九祖姓黄，会的辉，乃元始天尊化身，自幼的慧双美，佛性不昧，经卷一览便通，幼时的神人传授真传，遥接道统，禅道说法，人皆称为神童。因度众心切，恳祷上苍早开普渡，诚感上天，而得离本愿忏雷俺俺三经，玄机大泄，又着黄极金丹，欲作三会收元凭证，父后杀身了道，法父无祖继承。第五十六代吴子祥祖师，东土十代始祖姓吴，会子祥，号静灵，乃文昌帝君化身，遇九祖在江西说法，参拜九祖的受制道继掌道统，开化广信，道产高山县，及后舍身替众顶灾了道，吴祖了道时，远近军民俱见祖跨鹤飞升，县府乃命练丧礼祭之。第五十七代何乐苦祖师，东土十一代十一祖姓何，会苦，号乐苦，乃九天斗母天尊化身，素好清净，立志修道，
后遇五祖意志相投，同修同练，得受真法，令四祖未辟。十六，禅化洪都，后访至贵州，道统授予元祖执掌。第五十八代元退安祖师，东土十二代十二祖姓元会退安，号无期，乃元始天尊化身，自幼佛性不昧，得合祖典化传授心法，承运道统，开荒前滇，复产到西蜀度化徐阳执掌道统。第五十九代徐海五祖师，东土十三代十三祖徐祖慧海无号极难，乃弥勒佛化身降世，世代的则身后遇元祖度化，受真传。四楼右方第五十九代杨海虚祖师，东土十三代十三祖杨祖慧海虚，号守一，乃观音古佛化身。杨氏历代善根深厚，习悟丹经，自遇徐祖后屡考不退，得受至道，与徐祖统领天命执掌道统，教化群贤，后与徐祖替众顶灾舍身了道。徐杨二祖归后，元祖复掌盘条理，至元祖了道。四后邪魔乱道，元祖乃显象于汉阳，派出五行始分正邪，永定云城章程，司时仙佛圣真同五老分性灵降世助道，阐发经义，解八部丹经，作收元之定评。第六十代姚鹤天祖师，东土十四代十四祖姓姚，会鹤天，号明池，乃瑶池金母化身，按受天命承运道统，传道数年，复法王祖执掌。第六十一代王觉义祖师，东土十五代收元之始十五祖姓王，会西梦，字觉一，号北海老人，乃水金子化身降世，又丧父母，替人牧牛，十七岁往山西访道，得受真传。这有理数和解三教圆通等，重新阐明姓李真传。至光绪三年1877年承运道转贵州，西干堂改称东镇堂。第六十二代刘清虚祖师，东土十六代三教合一十六祖姓刘，会化普，号清虚老人，乃姜太公化身，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承运奉命三教合一，东镇堂改称一贯道。弘扬其满附注，清光绪三一年公元1905年，祖师刘清虚开始以一贯道传道，至中华民国94年公元2005年满百周年，一贯道总会举办世界万人读经大会，考于台北中正纪念堂民主广场。下划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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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白杨应运谱传第六十三代陆中义祖师，东土十七代十七祖姓陆，会众一，号通离子，乃弥勒古佛化身，降生于山东济宁，又丧父母，执一胞妹观世音菩萨转世，曾投军旅，后往青州访道，拜谒刘祖，经三年磨练，于三十岁时成命回原籍产道，应运普传，尊为白杨初祖，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升天。天命赴工厂祖继续普传。第六十四代张天然祖师，
东土十八代 P 十七十八祖姓张，慧光弼，字魁生，号天然子，乃济公活佛化身，降生于光绪14年1888年山东济宁，于民国2年1913年得玉露祖授以真传，于民国5年承命注露祖产阳一贯真传，复于民国19年1930年奉天承运祭十八代祖道脉，司掌道盘，而办收元普渡三曹，借飞鸾以开化，嫁人言以传真，神人共产，拯救亿万性灵返回礼遇，其天命将延续万八年为传道之名师。第64代孙慧明祖师，东土十八代，姓孙名素贞，字明善，道号慧明，山东丹县人，生于光绪21年，于民国19年与师尊统领天命，同掌白羊道盘，自接续师尊之重任后，马不停蹄，日以继夜，唯救三曹生灵，夜不安息，昼不甘食的救世苦心，悲怨感天，道务蒸蒸日上，将法音传遍万国九州，黄河决堤显出天机碑文，云集三六中秋夜，人虽原籍道犹存，仔细太阴继承接，利己利人天命单，言简一身难醒觉，见了不忍是天机。山西省大同府七佛寺称碑文，母定三阳渡元人，副使西皇降道元，临出太公产圣王，太来天真半收元，公长子密祖承担万八年天命，普渡三曹，继续办理末后一者收元大事，相继而起，真宗赖以复昌，然运不相逢，就为的继续道统，因孟子以前业已盘转，西域世教皆演，故宗儒虽然辈出，不过应运阐发道旨而已。释迦世尊、释迦牟尼乃中印度迦毗罗卫国净饭王太子，19岁七家后的燃灯佛受记，承运接演道脉说法49年，移经这点度世万载，其道旨性作佛，直探本源，源扫气象而入理，后世称为佛祖。西域自释迦度大弟子迦叶，单传至28代达摩，道脉覆海中国。第19代摩诃迦叶尊者，西天第6代，本名毕波罗耶那，富尼居卢陀杰波长者，母名相智，乃婆罗门族的大富豪。居于中印度摩羯陀国首都王舍城不远的摩诃梭罗陀村。P.11 记首曰：本来富有法，富了言无法，个个须自悟，悟了无无法。第20代阿难尊者，西天2代，姓刹帝利，为佛陀的堂弟，富迦毗罗城白饭王。在三藏圣典结集时开悟正果，文殊菩萨赞阿难曰：香如秋满月，眼似镜莲华，佛法如大海，流入阿难心。在佛陀十大弟子中，被尊为多闻第一，且女众能依法出家，全赖阿难尊者之力。有记云：本来无有法，无知亦无法，各由须自悟，法自无知法。第21代商那和修尊者，西天3代，姓毗舍多，
又名舍那婆斯，中印度摩陀罗国人，富林胜，母娇奢耶。佛陀曾行至摩陀罗国，向侍者阿难说，此片青翠异常林地，称之为流茶茶，在我灭度后约100年，定有比丘以九支秀草为名，在此地大转法轮，化度有情，果然应验。尊者出生时正应此瑞香，故用瑞草命其名。传记一首，非法亦非心，无心亦无法。说是心法时，是法非心法。第22代优婆居因同居多尊者，西天四代赤利国人，种姓为首陀罗，复名善意。17岁出家为三祖侍者，20岁正果。记曰：心自本来心，本心非有法，有法有本心，非心非本法。第23代提多迦尊者，西天五代原名相众，摩迦陀国贵族，多尊者更其名。尊者闻之，欢喜赞其师曰：唯为七宝山，常出智慧泉，回为真法位，能度诸有缘。师亦为之回赞曰：我法传于汝，当现大智慧，今日从屋出，照耀于天地。尊者即云：通达本心法，无法无非法，悟了同未悟，无心亦无法。二楼右方，第24代弥遮迦尊者，西天六代为中印度人，本系修仙术者，与师有缘，舍术归道，入佛城，得获无漏究竟果位，留记无心无可得。说的不明法，若了心非心，实解心心法。第25代婆须密尊者，西天七代为北印度人，姓婆罗堕。尊者说：仁者论即不义，义即不论。若你论义，终非义论。即曰：心同虚空界，是等虚空法。证得虚空时，无是无非法。第26代佛陀难提尊者，西天八代迦摩罗国人，姓瞿昙氏，自小即辩才无碍，过目不忘。14岁即极目出家，直欲名师皆成衣钵福。密多礼拜尊者云：父母非我亲，谁是最亲者？诸佛非我道，谁为最道者？尊者随即即答：汝言语心清，父母非可比，汝行与道合，诸佛心即是。外求有相佛，与汝不相似，欲是汝本心，非合亦非离。复心法记曰：虚空无内外，心法亦如此。若了虚空故，是打真如理。第27代佛陀密多尊者，西天九代提迦国人，姓毗舍罗，年已50，口不开言，足不走路，承接师之咐嘱后，便到中印度去弘法立生。唯记一首：真理本无名，因明显真理，受的真实法，非真亦非位。第28代邪因同邪尊者，西天十代中印度人，其母怀胎60年，故初命名为男生。因辈分较小，承受心法，便自是：我若不通三藏理，不断三界欲，不得六神通，不具八解脱，终不已至息。如此精进，人人称之为尊者。记一首：真体自然真，因真说有理。
领得真真法，无形亦无止。第二十九代富那夜奢尊者，西天十一代华氏国人，姓瞿昙氏，富宝身，乃贵族之子。有次机缘下，其名师 P0.12。尊者问尊者曰：“汝从那儿来？”尊者答曰：“我心非往。”师曰：“汝住何处？”尊者答曰：“我心非止。”师又问：“汝不空耶？”尊者又答曰：“诸佛亦然。”师说：“你不是诸佛。”尊者又答：“诸佛也不是尊者。”唯记一首，迷雾如隐显，明暗不相离。今复隐显法，非一亦非二。第三十代马明大士尊者，西天十二代波罗奈国人，又名公胜，初为外道修士，世智聪辩，经富那夜奢尊者度化而成正法。大士问一外道变成的老道士：“你叫什么？有多少眷属门徒呢？”“我叫迦毗摩罗，共有3000眷属。”大士又问：“你善于神通，若尽你神力，可以达到什么程度呢？”“变化成一大海，对我来说是件小事。”大士再问：“那能化你的性海本源吗？”“什么叫性海？我都不曾听过呢。”大士曰：“所有山河大地，都本此源头而建立，一切六神通，均由此发起的。”迦毗摩罗闻此开示，智慧大开，遂发菩提心。大士即曰：“隐显即本法，明暗缘不二，今复悟了法，非取亦非离。”第三十一代迦毗摩罗尊者，西天十三代维摩揭陀国的华氏成人，当初是一外道者，是位非凡辈之人，即曰：“非隐非显法，说是真实际，悟此隐显法，非愚亦非智。”第三十二代龙树尊者，西天十四代是西天竺国人，摩揭陀国之龙族，故以姓龙，又名龙胜，今于显密教法。其一生对后代最大的贡献在于著作颇多，其中以《大智度论》《中论》《十二门论》等启发后人智慧最多。有记曰：“为名隐显法，方说解脱理，于法心不正，无嗔亦无喜。”三楼左方。第三十三代迦耶提婆尊者，西天十五代为南印度人，姓毗舍罗，龙树尊者为度化他，而有一则名为波水红然，一针到底的公案。尊者了然于心，明白自性圆融，而非言说生相所能遇的，后承接衣钵心法，即曰：“本对传法人，为说解脱理，于法实无证，无终亦无始。”第三十四代罗侯因同侯罗多尊者，西天十六代是迦毗罗国的人，承接衣钵后，率丹广行教化，最后将心法传给以证无漏者。僧伽难提留下一记曰：“于法干，无证，不取亦不离，法非有无相，内外云何起？”第三十五代僧伽难提尊者，西天十七代系是罗伐城堡庄严王的儿子，一出生就会说话，七岁孩童就不喜爱凡俗之游乐，独爱修行。尊者隐居前修了十年，便遇上了溺水溯源找他的罗多尊者，
经一番讨论禅定圣意后，求道儿的记依法。记曰：心地本无生，因地从缘起，缘种不相妨，华果亦复耳。第36代迦耶舍多尊者，西天18代摩提国人，性欲投篮，覆天盖，母方盛，身体本具有清香味，幼年说话语惊众人，非一般幼童可比，有次殿内铜铃响，披 0.13 其师僧伽难提问尊者，是铃在响还是风在响呢？不是风响，不是铃响，而是人的心在动啊。那心又归于何处呢？心本归乎极静的。其师云：善哉善哉，既无道者，非你为谁？得剃度具戒受为一组成人。既曰：有种有心地，因缘能发蒙，于缘不相爱，当生生不生。第37代鸠摩罗多尊者，西天19代为大月氏国人，道基根深，右善法理，被诸天神尊崇为导师。为了继承祖师缘故而降生，自遇到18祖迦耶舍多的度，并继承祖师，其一生均以破邪显正为己任。记曰：性上本无生，唯对求人说，于法既无德，何怀绝不绝。第38代都叶多尊者，西天20代北天竺国人，智慧聪颖过人，承受师父慈氏法喜，深慧中心，德闻真理中成，从上以来之顿教一波，从此进行受去，代导众生。记曰：言下何无生，同于法界性，若能如是解，通达是理境。第39代婆修盘头尊者，西天21代细罗月城人，姓毗舍曲，父名光盖，母名延一，家父本无子，父母祷求子嗣于佛塔，专修头陀苦行，不倒单，不卧睡，为世人敬重，弟子颇多，人称遍行头陀。记曰：炮幻同无碍，如何不了悟？打法在其中，非精亦非骨。第40代摩拿罗尊者，西天22代是那提国王常自在之次子，是一神力大士出家来继承圣位，后传法赋于月氏国赫勒那尊者。记曰：心随万境转，转处时能忧，随流任的性，无喜复无忧。第41代赫勒那尊者，西天23代细月氏国人，属婆罗门种姓，父名千圣，母名金光。尊者出世来常感群鹤恋慕，故以此名之，能教导鹤众，正得道果，将如来正法掩藏覆主师子尊者。记曰：认得心性时，可说不思议，乐乐无可得，得时不说之。三楼右方，第42代师子尊者，西天24代为中印度人，属婆罗门种姓，承继衣钵后至继宾国，该国之信仰大致有学禅定、知见、执香、舍香、不余等五种，均不就近，尊者亦为之破迷解疑。记曰：正说之见时，如知见具是心，当心即知见，知见即于经。第43代婆舍斯多尊者，西天25代系季宾国人，种姓属婆罗门，父名吉行，
母名长安，诞生即左手一直握拳不放，直到遇上狮子尊者归还明珠，手才自由展开，了结因缘素果，圣人是不昧因果。而后密受心印，承继法寺，记曰：圣人说之见，当尽无是非，我今悟真理，无道亦无理。第四十四代不如密多尊者，西天二十六代南印度德胜王之太子决心跟随婆舍斯多尊者出家。祖师问太子说：你要出家是为何事？不为别事，不为那事，不为俗事，那又为何事？当为佛事。太子本具慧性，即允许出家之求，在王宫受具戒。第 0.14 记曰：真性心地藏，无头亦无尾，应缘而化物，方便乎为智。第四十五代般若多罗尊者，西天二十七代系东印度人，系大势至菩萨的应身，从小失去双亲，不知己名，特别喜爱拿着一串璎珞，人称之为璎珞童子，得遇不如密多尊者传法，便往南印度宣扬心法，火得南天竺国相智王的护持供养与敬重，后传法于达摩尊者，记曰：心地生诸种，因是复生理，果满菩提园，花开世界起。第四十六、四十七代达摩祖师，西天二十八代东土初代初祖性刹利会达摩，是圆觉禅师，乃胡城古佛化身，降生于南印度，相贤国王之太子，自幼佛性不昧，从般若多罗尊者修行，继承西天二十八代祖位，于西元五二七年，奉佛命折卢过江而入中国，江道迈赴海中国，是为老水海潮，尊为东土初祖，传真法，直指人心，不用文字，初度两五地无缘，次指神光大悟，后隐于河南中岳山、嵩山、少林寺，念毕九载，公元国满，脱化归西，遂将道统赴神光执掌。欲留幕后收元正语曰：吾本来东资土，说传法度迷津情，一花开五叶，结果自然成。第四十八代神光祖师，东土两代二祖神光基士，号慧可，是正宗普觉大师，后为洛阳人，乃燃灯古佛化身，降生于金陵，自幼佛性不昧，出家修道讲经说法，后得出祖典化传授至道，传道于金陵，道场宏开，道统受普安执掌。第四十九代僧璨祖师，东土三代三祖姓于会普安，别号南泉，法号僧璨，是建智大师，乃灵宝天尊化身降生，自幼好道修行，常住慈化寺，好读华严经，能知未来，人皆称为菩萨，后遇神光传授心印，勤修苦练，法父曹洞执掌。第五十代道性祖师，东土四代四祖司马氏，会曹洞，号道性，是大一禅师，乃灵皇尊者化身，幼时求道，得三祖授以心法后，摄心不昧，身不倒床席，苦修数十年，后住破头山雪旅云，
四往湖北黄梅县，将道统传于弘忍执掌。第五十一代弘忍祖师，东土五代五祖黄梅氏，是大满禅师，乃灵宝金童化身。其母因时黄梅成韵，故取姓黄梅，又遇四祖传授至道，是母至孝，人皆称为孝僧。后遁迹于政府房县房山石洞中修炼，道统受慧能，慧能执掌，嗣后分出两宗，剑宗神秀，遁宗慧能，慧能四楼左方。第五十二代卢慧能祖师，东土六代六祖姓卢，号慧能，慧能是大建禅师，乃地藏古佛化身。母怀孕六载，其先祖本范阳人士，客居岭南新州，自幼好道，闻经有悟，始至访道，后至湖北东禅寺参谒五祖，祖命在寺随众作物，踏对舂米，受尽劳苦，彻悟本性，三更入室叩师求法，五祖传已至道，并受衣钵继承道统，主言衣钵为争端，指汝勿传，并尊主往南广度有情。后将秘法传之白马二人，副主白马天意已定如启示中，道将火宅和光同尘，情参菩提心，永证涅盘果，为记曰：释迦从此绝宗风，如门得法至道通，日后三齐开普渡，正心诚意和中庸，从此不传衣钵，道转火宅。六祖后至怀州上爱林最高峰石室中修炼，经传为六祖言，后返曹溪而教大法，学者云集，讲经说法，化度有缘，而不传之于僧也。 P 十五本在马之前。第五十三代白玉禅祖师，东土七代白祖慧玉禅，字如慧，号慧琼子，道号白衣居士，乃南岳大帝化身，降生曹溪，是遇六祖被恶僧寻追，旧祖隐于家中供养敬上，是无师。六祖见其善根深厚，遂受秘法，逐以火宅修炼，进度僧尼，命与马祖同掌道统，开化江西庐山说法度众。第五十三代马端阳祖师，东土七代马祖慧端阳，号道义居士，系西域十二代马明尊者化身，降生于曹溪，与马祖善交，常至白家，得参谒六祖，祖见其德慧双美，遂受秘法，命同白祖兼掌道统，隐居于庐山岩，教说法度人，后将道统传之罗祖执掌。第五十四代罗卫群祖师，东土八代八祖姓罗，会卫群，乃太上大弟子公远真人化身，自幼立志修行，遍访名师，游江西九江府，是遇白马二祖说法，得受至道，继承道脉，开化江南河北，这经泄露玄机，大阐先天大道，为事时天时未至，众生孽众，天降黄考将道收引，足以杀身了道，上乘法门，至此又告失传，以后遂传出一切旁门外道，待至清康熙年间，已隔千余年矣。天时将届，天命原始天尊分信灵灵凡为九代祖接续道统。第五十五代黄德辉祖师，
东土九代。九祖姓黄，慧的慧乃元始天尊化身，自幼的慧双美，佛性不昧，经卷一览便通。幼时的神人传授真传姚阶道统，禅道说法，人皆称为神童。因度众心切，恳祷上苍早开普渡，诚感上天。儿的离本怨忏雷俺俺三经，玄机大谢，又着黄极金丹，欲作三会收元凭证。父后杀身了道，法父五祖继承。第五十六代五子祥祖师，东土时代。始祖姓吴，讳子祥，号敬灵，乃文昌帝君化身，遇九祖在江西说法，参拜九祖的受制道继长道统，开化广信，道产高山县，及后舍身替众顶灾了道，五祖了道时，远近军民俱见祖跨鹤飞升，县府乃命练丧礼祭之。第五十七代和乐苦祖师，东土十一代。十一祖姓何，会苦号了苦，乃九天斗母天尊化身，素好清净，立志修道，后遇五祖意志相投，同修同练，得受真法，令四祖位披 0.16 产化洪都，后访至贵州，道统授予元祖执掌。第五十八代元退安祖师，东土十二代。十二祖姓元，会退安号无期，乃元始天尊化身，自幼佛性不昧，得合祖典化传授心法，承运道统，开荒前滇，复产到西蜀度化徐阳执掌道统。第五十九代徐海五祖师，东土十三代。十三祖徐祖慧还无号极难，乃弥勒佛化身降世，世代的则身后遇元祖度化，受真传，四楼右方。第五十九代杨还虚祖师，东土十三代。十三祖杨祖慧还虚号守一，乃观音古佛化身，杨氏历代善根深厚，习悟丹经，自遇徐祖后屡考不退，得受制道，与徐祖统领天命执掌道统，教化群贤，后与徐祖替众顶灾舍身了道。徐杨二祖归后，元祖复掌盘条理，至元祖了道，嗣后邪魔乱道，元祖乃显象于汉阳，派出五行始分正邪，永定云城章程，司时仙佛圣真同五老分性灵将士助道，阐发经义，解八部丹经，作收元之定评。第六十代姚鹤天祖师，东土十四代。十四祖姓姚，会鹤天号明池，乃瑶池金母化身，按受天命承运道统，传道数年，复法王祖执掌。第六十一代王觉义祖师，东土十五代。收元之始，十五祖姓王，会西梦，字觉一，号北海老人，乃水金子化身降世，又丧父母，替人牧牛，十七岁往山西访道，得受真传，这有理数和解三教圆通等，重新阐明姓李真传。至光绪三年1877年，承运道转贵州西甘堂，改称东镇堂。第六十二代刘清虚祖师，东土十六代。三教合一，十六祖姓刘，会画谱，号清虚老人，乃姜太公化身，
于光绪十二年 ,1886 年承运奉命三教合一。东镇堂改称一贯道。弘扬其满。附注清光绪三一年公元1905年祖师刘清薛开始以一贯道传道。至中华民国94年公元2005年满百周年。一贯道总会举办世界万人读经大会考于台北中正纪念堂民主广场。白杨印运普传。第63代陆中义祖师东土17代。17祖姓陆会众一。号通离子。乃弥勒古佛化身。降生于山东济宁。幼丧父母。执一胞妹观世音菩萨转世，曾投军旅，后往青州访道，拜谒刘祖，经三年磨练，于30岁时承命回原籍阐道，印运普传，尊为白杨初祖，于民国14年 ,1925 年升天，天命赴工厂祖继续普传。第64代张天然祖师东土18代。P0.17 18祖姓张慧光弼字魁生。号天然子。乃济公活佛化身。降生于光绪14年 ,1888 年山东济宁。于民国2年 ,1913 年德育陆祖授以真传。于民国5年承命著陆祖阐扬一贯真传。复于民国19年 ,1930 年奉天承运继18代祖道脉。司掌道盘而办收园普渡三曹。借飞鸾以开化。嫁人言以传真。神人共产。拯救亿万性灵返回礼遇。其天命将延续万八年为传道之名师。第64代孙慧明祖师东土18代姓孙名素贞。字明善道号慧明山东丹县人生于光绪21年于民国19年与师尊统领天命同掌白杨道盘。自接续师尊之重任后，马不停蹄日以继夜，为救三曹生灵，夜不安息，昼不甘食的救世苦心，悲怨感天，道务蒸蒸日上，将法音传遍万国九州，黄河决堤显出天机碑文，云集三六中秋夜，人虽原籍道犹存。子系太阴继承接，利己利人天命丹，言简一身难醒觉，见了不忍是天机。山西省大同府七佛寺称碑文，母定三阳渡元人，副使西皇降道元，临出太公产圣王，太来天真办收元。公长子密祖承担万八年天命普渡三曹继续办理末后一着收元大事。